土豪流带你们两贫穷姐妹去米斯啦，只要有好吃的，你叫我们啥都行。这今天吹的是什么东西南北风啊？姐还以为过去我们狂顶他。好，吃破长表妹。又是熟悉的味道，又是熟悉的狗屁屁。看不到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六六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你们看，这开车开人多稳，多溜，把红牌塞人啊！哎呦，那个镜头一直抖。表妹，你就这样带我们去吃什么？到了你们就知道啦。我要顶很多东西，要很丰盛。你准备了多少钱？到了吗？啊，这么快？怎么我感觉我坐下来就到了嘞？路边摊，这样随便几块钱都能吃饱啦。表妹，我要吃那个也要。我要吃这个鸡肉串，鸡肉串。来，那六块钱你们吃两个人，贵死啦，齁死啦！上次吃了我们那么多鸡蛋饼，就是啊，早知道不能拿出来。坐好，快点，我要载你们回家啦。我觉得我走回家比你开车还快，虽然只有两分钟的路程。哪有两分钟，根本就是在楼下拐个弯。哼，搞得我还特地换了身衣服，我还化了个妆。那我们就先吃为敬了。酥酥脆脆，是南瓜饼，好好吃。这个小吃呢，在我们潮汕叫收内，两块半一个，又便宜又好吃。哎，还有一串肉，一个两块。哦，我管你是那种什么肉，这个好吃。那你要怪就怪表妹，她怎么不多买一串？你看她就只买一串，诚心想让我们挑战。你过去打他。我对你好吧？